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打算用镜头来带大家看看我工作和生活的日常。我平时呢也挺喜欢记录生活的，我经常看到大家有问我平时用什么拍照，我之前是用这台索尼 ZV-1， 然后呢最近入手了一个它的二代，这个是二代啊，依旧是一个很轻巧的机身设计，随身携带也很方便，还有一个蓝牙手柄，这还有一个防风罩，这白色的真的很可爱啊，毛毛的啊。之后呢我就会用它来记录我的一天。现在在去工作的路上，看看街边的风景，感觉这次升级后视角更广，而且镜头也很稳。弄好了，成功。拍摄间隙带你们走走看看，这个滤镜感觉很不错，有电影的氛围感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哇，这画面效果很有质感，这种电影感满满。平时呢我也会用相机来记录一些瞬间，这新增的功能也挺好玩的，可以根据想要的感觉去调设独一无二的滤镜，像这款相机的滤镜很丰富，适用于不同的场景，就不会后期的时候纠结调色了。好了，今日份的 vlog 就要结束了，希望大家也可以享受自己放松惬意的时刻，下次再见。小红书。